正式开打。那个女主持人，女主持人，你们这几年过得好吗？好。你们还记得我吗？你看，过了这么多年，我都已经结婚了。真的，而且你是动了变性手术吗？而且我现在过得很幸福，有一点幸福肥。你可以把手。你刚刚握的时候，可以把手臂再抬起来，我看一下。可以啊。哦，我看到的是什么？毛，好不幸福哦。是啊。你没有刮一毛哎。嗯，因为你很幸福嘛。哎，你怎么记得我有刮啊？这一定是黑人帮我贴的。不要再整我了，黑人。这是贴的，对不对？我每天都有刮。你声音怎么变那么沙哑？范范的声音本来就比较低沉一点。没有那么夸张，我怎么觉得夸张一点？哎，威廉，我怎么觉得他的上围好像比范范厉害？对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范范姐平常注重的是腿长啊。今天来的这几位呢，是棒棒糖不同届的成员，然后现在当然他们就像鬼片当中不知道自己已经解散的团体一样，又重新出现在这里。不过范范，所以你既然不加妖怪，加范范。是不是也觉得我这个模仿蛮像的？我觉得你蛮像的。有时候黑人来到他也会误会。然后他们十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竟然是在后台哭了，被 B Two 看见，然后 B Two 从此又帮他准备衣服。哎，这故事还蛮不像 B Two 的风格的。对，真的假的？这么感人，你们不知道这件事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就是你们大家都穿帅衣服上台，然后有一个弟弟。没有帅衣服穿，就在后台哭，好委屈哦。然后哭了以后 ，B Two 看到他之后，就从 B Two 就自己说，你最爱哭啊，我以后帮你准备衣服，然后就从家里带衣服来给他穿。真的假的 ？B Two 竟然是人哦！你们不知道这个故事吗？我们不知道，这么有人。不是，我是觉得 B Two 哥衣服也没有很帅，怎么可以借人家？他那时候还没转型。当时被 B Two 那个提供服装的是谁啊？其实是我。有这一段，其实大家其实都不太知道，因为其实当时候我们在要从背景要来前面表演的时候，其实我就自己觉得自己穿的其实蛮丑的，因为那时候其实刚下课，然后其实制装费也没有，所以我就于是我的下半身就穿了学校的运动裤，然后在后面要出场，觉得压力越来越大，觉得这样出去已经让大家丢脸，于是我就蹲在地上开始哭了。对，然后认真哭吗？认真，是那种要捂嘴巴的那种哭，要崩溃了，可是下一秒却是要表演的那一种。对，然后后来工作人员就跟 B Two 哥讲，然后之后 B Two 哥到后面的几乎后面的淘汰赛都帮我配衣服，然后其他弟弟就说，为什么你开始穿衣服越来越帅，还不敢讲说 B Two 哥帮我配的。所以你当时蹲在地上哭是一个招式吗？寻求帮助啊。B Two 给你的衣服是他自己衣柜里的衣服，他请造型师帮我配的，特别配的。哦，然后真的比其他弟弟帅吗？我觉得蛮帅的，评审都有讲。评审，那不是就偏心你吗？所以我才不太敢讲啊，就一直很感谢他。他有警告你说你不要告诉 B A 弟弟，就是不要太张扬啊。包括我也说这名字是 B Two 歌曲的。哦，原来 B Two 哥跟你有一段的，有一段故事，这一段嘛。徐熙娣，你要想一下 B Two。是在什么状况下会给他命名说，那你就叫做野兽？我不敢想，先不要想好了。因为你说会取出威廉的名字，我还可以很容易想，他是翻书说哦，那你就叫威廉。可是什么时候状况会说，那你就叫野兽？他一定说，他一定说你没有衣服穿吗？那你到我家来挑。穿的时候他就说这件好看吗？野兽，野兽，然后冰城就说，我觉得还不错啊，我帮你再理一下。他两个把地图头这样抓过来。是啊，麋鹿就说：“你好像野兽。”就这样，野兽名字叫来的吧？是因为像篮球明星林志杰。哦，所以并不是你攻击 B Two 吗？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是正常的。不然呢？是美人与野兽吗？B Two 叫自己美人吗？美人与野兽。所以你们几个人都要争 B Two 的宠，是不是？Andy 哥大部分比较多啦，说实在，他要争 Andy 哥张安迪的宠，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本来要叫他来，但他不愿意来的。以前我觉得 Andy 哥在照顾我们的时候很周到，就哪怕你穿什么衣服、搭什么领结，他都要。对，他鞋带也会帮你。对对对，这样子。他亲自，他会亲自帮你系。他是一个非常亲力亲为。对对。会打领带了吗？会，他会帮我们打领带。
对对啊，会。你们站好，要帮你这样打领带。大概你试试看打领带的动作。打领带的。对，把领带弄。这样子吗？对，Andy哥大部分不是，因为他刚刚一直站在我前面，我觉得你很反胃，你知道？真的吗？你看我背面，你会反胃啊？没有，因为你那个发胶的味道，还有你的背一直有散发肉的味道出来吗？好，所以Andy帮你们打领带的时候，你们要怎么办？因为万一他帮你打领带的时候，你跟他四目相对，不是很尴尬吗？他会故意，他会故意跟你四目相对，他有时候会这样。Andy 哥是他说的，会怎样？会怎样？没那么夸张，就是会打领带，就打一打，然后。会绕圈吗？在那个情境下好像有绕圈，就可能就地上有点多圈，所以眼睛会看得很进去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他是故意，他故意闹你，他想要知道你的反应啊。对，各位弟弟他们现在有各自的发展，然后当中经历过一些事情，还有的人还去当上班族，然后有的人又自己组了乐团，有的人跑去新加坡演唱哈。等一下我们会聊一下他们这几年来的状况，欢迎各位请坐，谢谢。好，请坐下。各位当中有一位画了画给我们，小兵是美术系是吗？不是。可是你喜欢画画？最近开始喜欢上画画，所以这个才艺是突然出现的吗？其实我是从国小之后就没有再画画了，所以是最近因为心情不好，只是借我画画让自己的心比较静一点。最近有发生什么事吗？就是一些创伤。没有啦。感情上面的吗？没有没有，就是一些被学长甩掉是不是？没有，就是工作上的事情跟家里一些事情让自己的心情比较。工作上你现在什么工作？我现在在就是服务业。化妆品专柜吗？不是，就是服装的专柜。服装专柜。男装的。对，男装。你并没有因为曾经是棒棒糖男孩，业绩比较好吗？其实多少有哎。开始做这个真正的工作，有感觉到跟以前在娱乐圈差别太大吗？我觉得自从离开棒棒糖之后，我觉得，因为我之后也有上大学，然后毕业，然后工作，那这段期间觉得还蛮轻松自在的。他说轻松自在。你要那么配琴吗？是阿咪吗？你真的很悲观哎你。你有觉得比较明星快乐很多吗？我觉得在生活上步调会变得比较缓慢，然后做任何事情都会觉得好像是可以完全做自己。可是我好像记得你第一次来康熙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叫你模仿了一些舞步，对不对？我们当时有问你，我第一次来康熙的时候，你是叫我跟敖犬接吻。第一次就玩那么凶？对，为什么？起因是什么？那时候 S 姐就问我说：“哎，你有没有欣赏哪一个棒棒糖弟弟？”觉得我说敖犬还蛮不错，我觉得他蛮会跳舞的。然后再示范一次，然后你就对，然后 S 姐就叫我跟他什么，他现在看不上那么文情立下这样，他可能要本肉身的人。可是你现在变得比较文静了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当时比较疯，是不是？因为年轻嘛。对。他们现在好像感觉都成熟很多，不然你现在。以前就是你只要叫他小兵，他就冲出去跳舞，对啊，真的吗？以前我们机动性很对啊，所以我现在，你现在还敢跳滨崎步的舞吗？小兵冲啊！要啊要！小兵，为什么？毕竟你每天回家都在练吗？毕竟一天表演者，终身表演者。哇！他连电动马达都有维持住哎，为什么？而且舞步是十几年前的事，怎么还记得？没有啊，这是我即兴跳。你即兴的 freestyle 舞蹈？对。你在专柜也这样吗？你要不要把欢迎光临？把你埋没在服务业太可惜了吧？真的吗？小兵画这三张画给汉典，还有你和我。啊，第一张是画给汉典的，上面写说，
三点哥，你的精神就像盾牌一样勇敢的，不怕的，所以他很赞赏你，就是谢谢，没在怕是不是？很棒哎，对我的称赞就不用讲了，可是他对你写的话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S 姐，你的肢体跟思想令人惊艳。哇哦！你要说的是身材吧？就是整个从头到脚，那你应该说身材哦，因为肢体是，因为 S 姐有拍那个塑身牛仔裤广告，我觉得那个 body language 很好，可能有在模仿你的动作，有刚刚以前有模仿过小 S 徐老师，来，还要再来，有吗？有，以前有模仿过小 S 什么样子？我看看样子，头带真的吗？不用不用太长哦，不用太长。5 6 7 8，我的名字是什么？赶快给我说出来，我是谁？徐老师 ，English teacher 系。再一次，没有在 tempo 上，我是谁？徐老师 ，English teacher 系。Yes, that。你有这么贱吗？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。所以你当时不在 tempo 上也要重来一次吗？对啊。哇，龙。对，那时候应该很。那都是非常严格的那个健身老师。哦 ，OK。大概我们国中的时候吧，开玩笑。阿杰活泼调皮的个性，小威则当场大动怒火。如果你个人独唱会好听。我试试看。是他，阿姐的路线啊。阿姐几岁？我现在30了。对啊，30岁才这样子，你可以唱那句讲出来，那不是很厉害哎。再试一次吗？啊。我试试看。我叫你唱，你真的真的。康熙来了。国中生当时是聚在一起看徐熙娣的节目，然后模仿徐老师吗？每天下课晚上6点准时要收看，百分百对。一定要边吃便当边看，边配，对，边配然后边笑这样子。所以从当时到现在，感觉 S 有什么改变了吗？一样，没变，更正，更正，永远18岁。我本来是要叫你从头到尾转成背面跟我讲话，说不定这句话也是可以转回来。好，小兵请坐。谢谢。所以你真的启发了很多那个。我以前很疯狂。就很多封闭的灵魂被你解放出来，你应该要负责任。好，谢谢你带给我们的话。然后其他人曾经坐过办公室的举手好吗？我现在你上次还不是来参加翻滚妈信的电影宣传吗？对对对，因为记得。其实对，就是上次。我记得关你什么事？哦，因为你有演是吧？有演。哦，你有演吗？你有演翻滚妈信哎。我怎么会忘记你有演？你真的忘记我有演？我记得他有来宣传啊，你有来吗？我不是来宣传，因为我一直站在这边。我打刚弄你那家。哦哦。你在里面演什么啊？就是演一个流氓，对，流氓，对，坏学生。然后他是演一个，我是选手吧？彭于晏的队友。你是真的会体操的人？我是真的会体操。那你后来怎么会去上班？因为也是学生，那因为现在修的课比较少，所以现在就有在精品店工作的。所以真的有贵妇跟你搭讪？有。那会约出去喝茶什么的？是不会，可是晚半夜的时候就是会传 line 啊，传照片。你有给有 line 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们都会跟客人联络这样子。出发点就。所以贵妇会传一些比较性感的照片给你吗？是不会，可是你就会感觉他很主动，就是要跟你约时间啊，什么时候来电上啊这样。那你为什么不跨出一步？有时候会为了业绩，然后就稍微牺牲一下。做了什么？也没有，就是。他半夜可能就是可能老公比较忙啊，已经结了婚的贵妇，然后可能半夜老公可能出差比较忙，然后可能就会跟他稍微掏心掏肺一下的。哇塞，掏心掏肺哦！你说在 LINE 上面还是直接讲电话？用那个通讯软体。B 兔哥救救他吧！那你通讯软体聊一聊，他就会说我先生不在啊，我们可以出来见一下面吗？对啊。哦，他是不会这样讲，可是他就说那我可不可以去店上找你？然后我就说哦好，那你来。然后就他来就只是，其实就是很单纯，就陪他聊天，像朋友这样。你怎么知道那个界限要维持在哪里？
其实也没有，其实也没有什么界限，因为就像客，就是销售员跟客人，所以其实没有太大界限。对，只是有时候可能那同事就会介绍说，哎，他之前有演过电影，而且他会体操，然后就叫我翻掌，然后就在电影里翻，你快点，你翻，我买一个吗？在电影里翻，一个我买一个吗？你在电影里面翻。在店里面翻，然后贵妇可能就哦好，你翻，然后就多买20万。真的？你讲真的吗？我说你有在精品店里面翻滚过？真的？真的假的？哪一家百货公司、啊？而且穿西装然后就这样翻。是台北很知名的百货公司吗？在101里面。所以没有人坐办公室的，对不对？就是不用上班那种。我有去学校教书的。教什么？教表演。你不是曾经被孙老板的公司？哦，对啊，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我刚好卡在兵役，然后我就去当兵了，然后当兵回来之后他就也没有后续了。哦，然后有好几个人都是现在组团的耶，因为你们 Lollipop 组团好像还是给了大家很多鼓励，说可以继续组团。有梦最美，精神啊，精神。可是你们有告诉弟弟们说其实组团很累吗？他们应该都知道吧，阿杰应该心里有很多话想说。现在有团的是谁？我现在这有一个团体。你是什么团？一个也是男子团体，然后也是四个人。偶像的吗？算偶像吧。什么时候组成的？大概4个月前。是唱歌好听的吗？我们主要以唱歌为主。也来，那你们团为什么没有来康熙？因为团员一直有一些变动，本来是7个人啊，那现在剩4个人。所以如果你个人独唱会好听吗？我试试看，是他，是他，他一直是这个路线。我刚才想说 hold 住那个气，请问他现在几岁？请问快乐感觉回来了？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时间暖身一下。阿杰，你几岁？我现在30了。对啊，30岁还这样子。没有，我刚才想说要 hold 住那个气，不要像以前一样这样吊郎当的。但是我刚才看到大家受不了，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。因为你刚才唱那一句，感觉好像不是很厉害哎。再试一次吗？我试试看。我叫你唱你真的专辑歌。比较好啊。阿姐团名是什么 ？Obus。Obus。为什么从7人越来越少啊？是撑不下去吗？也不是，因为团体的话比较容易有一些问题啦。所以大概理想的团员大概是3个，然后敖犬就走掉了。哎，他去哪了？他去拍戏，对，他跟小猪一起在深圳拍戏。你们不是出新专辑吗？然后他不来参加，所以他这个人就心态上有问题。对，明明已经我们已经2年半没发片，还要去拍戏。我觉得对他来说，可能跟小猪演戏比较重要吧。没有了，其实因为我们是因为发片时间一直 delay， 所以他这个是早就已经敲好。对，本来应该是在11月的时候就应该。但是我们3个人就是有在想，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一定会推掉这个戏。对啊。故意我们是兄弟一场，所以我们还是把他带在身边这样。威廉，你在这个我手上拿的这本专辑里面有一些你们的照片。是的，对。然后发了我们的。然后威廉手上拿了一些怪东西。因为我们这一次想要比较有一些台湾的文化在里面啊，那都找了一些比较台湾特殊的。这个是威廉拿着吹风机。西门町吹风机的意思是不是？就是 old school 啊，对啊，这种。那你怎么不拿鸭赏？市里面啊，夜市每个人主题不一样。你看威廉这有没有有点娘，就是拿着像指甲刀一样的，然后披着外套坐在那边。对，这是一个很复古的理发院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在拍摄的时候，旁边其实都有人正在进行理发，就是那种三本头。所以这次等了2年半了吗？对，2年半。好像威廉发生了很多事，阿伟也是吗？阿伟去，阿伟自己努力的拍了一些，就是主要是拍戏比较多一点。对，结果真的让你接到很多武打的戏吗？有比较多一点，就用我之前，我觉得上了康熙也有很大的影响，就是大家最起码看到你比较热血的一块。然后有一些导演有看到，所以机会就比较多一点。来，再来。今天不一样。所以你们听到阿杰在组团这件事，会给他什么劝告吗？我说。而且算了啦，上班族好好做。你去做，你本来已经放弃。
弃了。对，你本来已经跑去新加坡，因为我们知道他有去新加坡，所以你中间是去新加坡吗？对对对。做什么？也是驻唱的工作，然后有点像就是挂花场那种。哈？什么？挂花场？就是你在舞台上表演的话，唱到一半会有客人上来帮你挂花，让你投奖。客人可以买花。你讲花场，有时候挂一地，你要蹲很低，就没办法好好唱。你是说像西门町的红包场的意思差不多吗？因为新加坡文化他们是有流行那个挂花的那种。所以台下的听众是年纪比较大的吗？应该年龄层在20到50-60都有。那挂花是花可以拿去换钱吗？对，算是小费这样。所以挂越多是越好吗？对。那你在那边都唱什么歌？对你爱不完。真的真的真的，阿杰，他是小虎队的歌，因为那边阿杰现在是正常的状况吗？他是正常啊，他找回以前他刚刚尾音就是走音耶，因为我有点。以前我们在就是同一批一起录影的时候，第一届的时候，他基本上就是一直被埋没在那个角落，其实他就是坐在那边，对。然后基本上他讲话比较少镜头贴得到他。可是当我们第二届的时候，阿杰陆续就是在第二届继续录，我们毕业了嘛，他也继续录。他这个风格第二届广受好评。看奖幕后的唱腔，小 S 的指名演唱。看奖现在是几岁？24。很年轻啊。要干嘛？就我在玩乐团。我觉得你们应该是乐团哟。什么乐团？就 Rock Band。所以你是主唱吗 ？Rock。你是主 Rock Band 的主唱，那我要听你唱。在我没有后悔以前，当你的美梦增添。带着破碎的心情走远。你很像马拉松选手。前面也有人组团呢，是不是？你也是团？对，我也有组个团。你是主唱？嗯。什么团？也是唱跳团体。所以等于跟阿杰的团是竞争吗？没有意外的话，应该是算乐团形式吗？还是也是唱跳，也是唱跳，那就是喽。你们三团是在竞争哎。不要做唱跳哦，辛苦的。我们团随时可以转型，因为而且 JPN 也算唱跳团。对啊，是啊。所以你们棒棒糖出来的团就会彼此在竞争哎。可能他们觉得好像我们很风光，但其实。怎么样？你是想要讲没跟我说过，是没赚到钱吗？你不会啦，其实我们现在因为团体是一开始的发展，但是你还是要个人加强个人特色，需要累积一点时间的啦。嗯，对。所以你愿意听阿杰唱歌吗？刚刚不是给他两次机会？他好像要弹给。对，今天有带一首就是写给康熙的歌这样。给康熙的，就是来这个节目的一个心情这样。自己创作的。很惨的歌吗？啊，很惨的吗？不会，正能量的歌。哦，有点惨而已。好了，表演吧，来哦。康熙来了。多少次吃着泡面看着康熙来了，幻想自己上了节目。说些什么？就那么多年，一年一年过去了，一直到现在，我还是吃着泡面。对别人来说这只是综艺节目，对我来说却是天上掉下的礼物。呼呼，所以康熙我来了，我知道我的手一直在发抖。因为小 S 康永哥正在看着我，喊点歌你别害怕，因为我比你更害怕。啦啦啦啦啦，哦，康熙来了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就豁出去吧，如果这是最后一次机会，就把屁股用力一夹。康熙我来了，谢谢大家。他说他在发抖哎，刚没有感觉到啊，蛮镇定的。你在发抖吗？因为我其实
接到这个通告的时候，我是那一刻我是一直抖，大概抖真的是两三分钟，就像现在这样。你现在在抖吗？但是我一直在压，因为第一次上这个节目。你第一次上康熙？对，不可能。你跟妈妈的时候没有来过吗？都没有，因为其实我今天他算是最之前的。对，我是最后才加的耶。为什么他最之前？他很后面才加。因为我 baby face。是哦，是哦。你知道为什么他很之前的吧？你现在是想说屁股一夹豁出去了？因为我就是那歌词就是写说，来康熙的话，我知道我会遇到什么问题，因为我弹吉他我一定会发抖。哦。对，然后我就把它写进去，反正发抖的话就是这样子。汉奖你来过吗？我第一次来。你第一次来吗？是。你是不是很容易隐没在人群中？你发现屁股还好吧？你好。你以前在节目中是什么路线啊 ？Rap， 没有啦，就是这样，就坐在旁边这样。然后你是跟阿本他们一起参加公主帮吗？是。你是公主帮？我以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变公主帮。跟小兵和阿本对，跟他们是那时候是一起是公主帮。他公主在哪里？他的气质吧。他以前会拉小提琴。哦，他会见，他有见到，他会见到，他都很不公主啊。他是很运动型的男生哎。没有，他说可能在分配有比他更 man 的啊，像 Terry 他们是宅男属的。哦，对，他是哦。Terry 你是最常来的吧？你来过好多次哎，很多组，因为你才能参加不同的团体来。什么那个熟女盲犬也会找他来。对，还有那个什么，他你好像组过一个团对不对？不是，那个是那时候拍了一部戏，有台的一部戏，然后那时候是以那个戏里面的那个组的团体，然后来这边。不是真实存在的。不是，其实那时候是为了佛系宣传，所以跟团体来这边表演。你发展的还算顺利吧？就平平啊，就是。没有到真的很惨，或是在家里面没事做这样，其实算自己，我觉得算幸运了。你还没三十吧？我三十了。OK。你有经营健身房吗？对，就是舞蹈教室啊，然后跟一些就是一直都有在做私人的健身运动课程。那对，汉奖你现在是几岁？24。那很年轻啊。好小。要干嘛？就我在玩乐团。你也是玩乐团？你也是乐团哟。什么乐团？就 Rock Band。所以你是主唱吗 ？Rock， 你是主 Rock Band 的主唱，那我要听你唱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可是我唱，我比较喜欢唱抒情哎。随便，就是厉害。就用 Rock 的方法唱啊，就是唱你真实的声音，对。你就正常你唱，随便清晰拿手的歌曲。茫茫的我，搭一班最早的列车，用最温柔的速度离开你身边。在我没有后悔以前，当你的美梦增添，我已带着破碎的心情走远。好像是棒棒糖你唱的比较好哎，他那时候比较少的，野兽也会唱，野兽也蛮会唱的，野兽是吗？来一下，野兽蛮会唱的。我前阵子还被歌唱比赛淘汰掉了，唱哪一首歌被淘汰？力量，罗志祥的力量，结果呢？就第一次就被淘汰，第一次进棚就被淘汰了。那评审有说什么评语吗？他说你唱歌真的很有特色啊，接下来你就努力，努力就先淘汰你，对，然后就你唱几句厉害的，看有没有汉奖厉害啊？好，来一个。那些你很冒险的梦，我陪你去疯。这只飞机碰到雨天，终究会坠落。太残忍的话，我只说，因为爱很重，你却不想懂，只往反方向走。这样会被汉奖打败。对。很难杀出一条线。你不错哎，你刚刚躲在角落，然后唱歌很厉害。因为我比较不会说话，就我怕讲错话，还是不要说。对，你很像马拉松选手。全世界跑的话，或是羽球选手，你实在很不像明星。所以你们团是要打算要来康熙吗？其实我没有要上，就是我们那只是比较自己玩性质，但是我也是有在准备我自己以后的路。就是等我已经恢复完全状态的时候，会再出来。以后的路就是好好唱歌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希望是这样，我也有在努力。
所以如果是这个表现，我觉得你会有机会再来啊。谢谢，我也很希望可以再来，我以后有机会。凯米双人舞蹈表演，小妹子的想象力超丰富。最吓到的动作是有一个那个 Terry 站着，然后那个老师坐在你的面前，然后想说他们是在表演，他们在表演，可是忍不住还是想到别的东西。前面有唱，可是有团员是张妍姿，那他怎么办？你好像是要认真唱一首歌给我们听的样子。嗯，我有准备，来上台了。Let go, can't hold you back anymore. Let it go, let it go. Turn my back and slam the避开弹歌声，对不对？歌声也还不错，我觉得样子很好。嗯，就我们看镜头上拍出来样子，真的很有韩星的样子。然后舞蹈很厉害，可是歌好像没有特别发挥你的。其实我蛮紧张的。Harry 是，所以你其实是他们当中现在最熟悉娱乐圈的吧？就是一直都有在这个圈子里面工作，这样。你为什么讲话真的有一种舅舅的味道？好像我舅舅在讲他以前怎么样怎么样那种。没有，他比较像要去演传统戏剧的感觉。你有被抓去演一些比较传统的角色？你说本土剧吗？其实有，他们真的有在问我啊。我觉得我 OK， 我现在都 OK。你台语 OK 吗？我台语 OK 啊，可以。所以如果要开始演。就是很对，是因为我现在没有合约的问题，嗯，那其实都有各方面的很多的东西找我，但因为我本身我很好动，所以我很喜欢外景，我很喜欢去翻、去滚、去闯，我不怕累，所以我比较先希望是还是先在这一块多。你宁愿主持外景节目，胜过一直在棚里拍连续剧。对，因为我听说就是那个戏只要一进去，你可能一整年就是时间都在那边。可是收入也就比较稳定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抉择啦。只是我觉得我现在我都可以，哎，我其实都可以。请问 Lollipop， 你有觉得靠近30很可怕吗？其实我觉得责任感会变重非常多，因为以前就是20出头的时候就觉得每天你可以玩嘛，然后领通告费那种感觉就是领了哎想花就买什么，但现在可能就是买房子。很有房贷压力，也就是家人慢慢长大了，是啊，然后你必须家人是以长大来形容吗？家人慢慢就是越来越老了嘛，对，所以你就是可能要多一点经济能力上面的负担，所以那个心态的压力会多蛮多，没办法再当小孩，对，没办法再当小孩，嗯，所以 Terry 你今天也是要表演吗？对，因为我想说，其实我之前在棒棒糖我就。对，我很喜欢表演，然后我想到今天带一个比较不一样的，就是比较特技性的双人舞蹈，找了一个女老师跟我配合。OK， 哇哦，欢迎你。
的。对，你刚刚最吓到的动作是？有一个那个 Terry 站着，然后那个老师坐在你的面前。想说，他们是在表演，他们是在表演，可是忍不住还是想到别的地方去。你跟丽媛老师很熟吧？对，我们认识好几年。王力宏 M 再度出击，威廉体力不堪负荷。很累哎。我觉得30岁果然快有差。威廉，你现在脸色发白。今天妆比较白。威廉就是短发。不会啊，我这还好。康熙来了。Lollipop 这一次还是会有舞蹈吗？会啊，还是会。我们这次走的舞蹈比较不一样，因为我们第二首歌那么厉害是走上班族的感觉，所以我们穿的就是比较像上班族一样。那我们跳里面，舞蹈风格是比较符合上班族里面比较有趣一些，我们会加一点弹力绳的道具，那你在上班族的时候可以发泄也可以跳。然后中间我们就是设定一个副歌，是我们想要这次强打的叫烤鸡舞，因为烤鸡对上班族是很重要的嘛，但是我们烤鸡用谐音变成是一个烤鸡舞，对，没错，阿咪老师，对，就是这个配乐，西装很帅啊，所以外形没问题，好，那看表演了，好 ，OK。看着我打破沉默，受够你的小动作，我说走就走，远离你的小人国，换我进攻，别轻易放松，放手去做，不在乎后果，一切从头，要尽情放纵，废话别太多。很累耶。我觉得30岁果然快有差。所以现在练舞的时候会觉得说，可不可以不要编太难的动作？其实不会，只是需要休息的时间会更久。所以以前可能休息5分钟，现在就休息15分钟这样。看起来阿伟的体能最好哎。我觉得这支舞我真完全没有感受到要跳舞那种，就感觉只是动动样子这样而已。所以这个是比较简单的，我只知道为什么你没有唱很多。当你唱歌的时候，你会知道这很累，因为呼吸系统。你唱歌有发出声音吗？有啊有啊有啊，我有唱。因为好像是小玉唱的，因为他今天还多唱了敖犬的部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，对，因为我们带了一个假敖犬过来，这样。刚才大家有看到，因为我们这个舞其实很尴尬，就是一定要4个人会比较会有那个雏形。对，是是。威廉，你现在脸色发白。没有，今天妆比较白。威廉就是短版的。不会啊，我觉得还好啊。对，你们现在还有固定需要去健身之类的？有啊，还是要会啊。对啊，所以这一次的专辑好像 MV 有去欧洲，是不是？对，这次我们去到了巴黎，就是拍摄我们第一支 MV。
怎么了？三位是第一次去巴黎吗？是的。有玩到吗？没有，没有玩到，几乎都在工作。而且其实巴黎的那个文化和我们去其他国文化其实完全不一样。怎么说？就像我们去咖啡厅，如果点咖啡的话，那时候就点了我刚才说我要一个 latte， 他说 latte OK， 然后他就给我一杯茶。对，因为他们的法文是 latte 好像是茶的意思，对，就是会。所以你是在气说在法国没有喝到 latte 是吗？真的蛮气的。对，我觉得去法国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好玩。嗯，对，因为第一个除了我们都在工作以外，我们有去逛，其实它很多地方都很漂亮，不过。我觉得那边的人都比较严格，是，就是你做很多东西，像我们有没有那么 friendly 的感觉？对，没有。那时候我才明白台湾那种人情味那种，对，很热情啊。就比如我们要借厕所，那你问了好几间店，他不会主动借你厕所，除非你跟他消费。对啊。其实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我们在一个很大的广场，那边很漂亮，一大早清晨是后面是巴黎铁塔，然后有日出的感觉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在中庭跳舞，那时候大概零下一两度而已，很冷很冷，一直有游客过来，或是他们有些法国人会走过去，我们就有那个朋友就跟他们说，哎，你们可以走旁边一点，那他们要跳舞可不可以帮忙一下？他们就说谁理你啊？对，有些会这样，他们会觉得说自己看要看东西也很重要。对对啊，他们是，对啊，就是比较顾自己，但是我觉得他确实去那边真的很漂亮，所以真的美呆了的。这还是你们工作的乐趣之一啊，就是可以被逼着去玩一下。对啊，对啊。所以妖怪，你手上拿的是？这是旧稿哎呀，哎，就是他们的签唱会嘛。OK， 对不对？什么时候？在5月11在西门町广场。OK，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过来，一起玩一下，对啊。你们现在签名会应该不会再担心有没有人这件事了吧？就我还是我们的歌迷还是在的。对对啊。但我还是希望多一点，但因为其实说实在，唱跳团体或者是在现在的整个环境竞争压力是很大的，对啊，那就希望大家一起支持台湾，算是剩一两个的，数一数二嘛，不是数一数二，剩为数所剩不多的团体，对，你真的很可怜哎，讲那么悲伤，思想又很负面，对，所以小兵跟何洁你们两位。有觉得当初去参加棒棒行这件事情，如果再来一次，还会选择这样做吗？会，因为其实那时候我才国中而已，所以其实就当成是一个，就是跟大家玩在一起。因为那时候以前真的做很多很疯狂、意想不到的事，所以即使现在被认出来也不介意。不介意。可是你们会想要好好待在服务业吗？那当然还是对表演这一块还是很有热忱的。对，我看得出来。看得出来。你还想回来当艺人？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其实我在这中间还是有去甄选一些，比如说广告试镜啊，或者是歌唱这方面的试镜都有。对，大家都还是有梦的。他回去专柜应该会被同事整更惨。好，希望你撑住。好，谢谢你们今天来玩。谢谢。